夜色这么的美，101在放烟火，我们应该要有个结局，那是不是可以一起走入婚姻？嫁给我吧。真请听啊！还好肚子够大，可以庆祝你们。老板，请你把当初的求婚词再说一次。杨家菊156公分，已经娶到了我漂亮的女儿，你要宽容包容她。好，祝福你们。30年，我实在是舍不得她嫁，可是看到她能够找到对她那么好的吴玉郎君，也替她高兴。谢谢你们那么爱我，把我养那么大，还容忍我脾气，没让你们担心。对不起，我以后我要好好的生活，谢谢。好吧，好吧，希望你两个好好照顾家庭，很开心。谢谢你，我们相信你哦，这么多见证人。Me.